教你如何画水珠。让我们放远一点看。今天教大家画一个画，保证你一看就能学会。首先你就乱画，就比如说你随便画一个圆，然后这样乱画，对，乱画，这样子乱画，然后还是乱画，就乱画，然后你就继续乱画，哎，发现画成这样就画完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？嗯，我站在山坡上，悠哉向下望，我是最大的太阳，只管把你照亮。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帅也。Your body crazy, you will be my sexy lady, sexy lady, sexy lady. Follow me, yeah, we got it. Let's get this party started. Don't you know?